公室。那今天会来这里的最主要目的是我们市长，你已经做四年了。对。那相信未来四年，您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跟县政府合作。那庆龄现在非常希望能够跟市长一起努力，未来四年我们要怎么样去为台东市民创造更好的一个市民环境。那庆龄也一直觉得我们是一个做事的人，那做事的人就是要希望说请听民意，才可以凸显到我们的政绩，我们对市民的他们的所作啊。所以说四年要集中起来，不要浪费，不要啊，像这种办的啊办一样，我们市公所办一样，还是四年都完全浪费。那身体轻微上，我们是有时候啊，我就是无这个规范，我都去监督都提供面子，这是该科学的代志啦。啊，未来如果啊议长给咱做这样观点的话，对咱市公所而且配合官，哦，让来给我们倒吸吸气，好不好？啊，嗯。